广东遍地是刺客，货我已经准备好，开始了。烧鹅腿，有什么特别的？需要你们听。好吃是好吃，那有什么特别的？特别贵，65块钱。嗱，你咪今日养下整色整水，个个都睇见你咬一啖冇得退货噶啦。啊，打咩啊？俾钱啊！啊！但是北方没有这么贵啊，梗系啦，正宗广东货喎，古井烧鹅、荔枝木，仲要系左髀喎。你有几只左髀啊？你都得一只左髀啫嘛，咁梗系贵噶。那还有什么货啊？嗱，高级货啊。这不就是柠檬加可乐吗？哎，给点耐心吗？走爷，这还是柠檬加可乐，你试一下先啦。加可乐有什么特别？特别贵，18块。凭什么？茶餐厅出品啊。这还只有半杯，这边得半杯，帮我快归来噶，冇问题噶喎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哎，不错的，不错的，我还有高级货，广东产的鸡屎果，2块。终于有点正常的了。哎，等一下。甘草水果20块。啊吓你，我在广东人都不好接受得到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广东那么多刺客啊。喂，食在广东啊，我以为你有钱才招呼你咁大轮咗啊。你想明我就唔 sell 呢啲啦，我 sell 佢啦。大学生，双学位，4、6级，考埋雅思，仲要学生会主席。你估下佢要几钱？这恐怕得3000吧。哼，你铺话法啦。你公司有双休，2000100搞掂啦。杀赞哦。